玩天台 M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人，因为呢，杀人就是这个游戏本身的乐趣啊！哦，不管你是什么正义魔人，还是你信什么教的，你不杀人的话，你到最后你一定是精神崩溃啊！哦，不管你想不想杀，你被搞到最后，你一定会想杀人的。我要讲说，天堂 M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会是杀人呢，因为这个他天堂 M 这个游戏设计本身就是在鼓励杀人。哦，因为你死掉的话，这个趴可以买回来，经验值这边可以买回来。然后呢，你喷掉的装备一样，这边可以买回来。意思就是你死掉，你不管死几次，你喷掉的东西永远不会在别人的手上，因为在这边你可以用你的天币把它买回来。有钱好办事，他这样设计就是说不要让你可以把道具转移到其他玩家身上，因为他本身这个游戏设计就是不让你玩家做私下的交易，何况是你想要用喷装这一招，门都没有，所以就是要你杀杀杀，因为反正你死了红了没差，都可以买回来。而且它的喷装几率是怎样？不是说你红越红越会喷，你这一直满了一样会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更可怕的是，它这个游戏哦。为什么说他鼓励杀人？来看一下，他这边还有一个杀人成就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有一个东西叫做杀人成就，就是这个，你杀了几个人，他就有一个成就。我现在已经杀到670几个，然后我杀到1000个人的话呢，他就会给我那个绿色5000的 MCB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鼓励你去杀人，懂吗？你不做都不行，你不做都不行，你在路上练功，你挂着你就是会被打。你挂着就是被补刀，然后被补久你不爽，想说啊干，那死了东西都在他身上又不会喷出来，那你想不想杀人？你一定想杀的嘛。然后你就看到路上又越来越多像是这种怎样 IS 圣战士然后出来乱砍人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玩天堂 M 会做的第二件事情。那等一下看完这一段呢，那个什么正义魔人啊，什么酸民啊，那个下面又开始留言要靠北啦哦。好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个，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，那你真的不是在玩天堂哦。有没有看到那个地图右手边有一个东西？哦，这个东西打开有个什么启动啊、说明啊、设置啊，来给你看一下啊，看懂了没有？看懂了没有？没错哦，这个东西就是外挂啦哦。玩天堂就是要挂啊，不然天堂怎么会没有人玩？就是太多人在挂了没齁，如果没有挂的话，真的就不叫玩天堂了齁。虽然说它这个东西有个 auto 了啦齁，它有一个自动，就是手游嘛，手游它已经有自动练功啦，可是基本上还不够啦齁，因为它不会自己怎样，它不会自己买水啊齁，不会买水然后自己飞回去买东西，然后你被打它也不会自己飞啊齁，所以一定还是要靠外挂齁。外挂这东西来用啊齁，所以这是该做，应该不是说该做啊，是你玩天堂 M 你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啊。如果你还没做的话啊，你是不是要去抓一下？不要说我把那个玩家都带坏了哦。再来就是玩天堂 M 会做的第三件事情，这跟玩天堂一样嘛，你一定有做过哦，不要在下面给我留言酸了，你一定有做过哦。就是怎样双开啊齁，虽然说它游戏设定就是里面的那些什么道具啦，那些东西是不能直接，就是不能直接私下交易啊，你一定要透过那个交易平台，可是很奇怪，玩家习惯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一定要双开它才会爽哦，因为你一直你就是喜欢怎样挂着去让他打怪赚钱哦，开外挂挂着让他去赚嘛哦，然后另外一只就是手动哦，没办法，这就是玩家的习惯。你是不是有做过？再来，玩天堂 M 会做的第四件事情，那这件事情比较自虐一点啊哦，然后还有一些条件啊哦，第一人品要好啦哦，你脸太黑的做不来。那没有耐心的人也做不来，像我这种急性子的人绝对不行。然后我脸又很黑齁，所以完全不能干这件事情齁。那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刷手抽啦齁，因为他这个游戏很吃那个注重那个变身啦齁，变身跟娃娃啦齁这种东西啦，因为他加成很多啦，比你那个
装备可能装备的影响可能不大啦齁，不过娃娃跟变身的影响会蛮大的齁。然后你装备穿在身上啊，像你装备穿着，人家哪知道你穿什么啊，人家哪在乎你穿加几啊，可是你走路出去，如果你是开红变的话，人家基本上就会怕了，你懂吗？啊，你红变出去就是屌，就是牛逼啊，懂不懂齁？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去刷齁，怎样刷呢？就是这个嘛齁，当初在练的时候，只有在那个初期的时候可以啦，就是练你就一直开新角色，然后练到赚到9万块马上去刷，然后因为他一天只能抽一次，然后就是刷完没有要的他就直接那个账号不要了。那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当初太多那个工作室蟑螂太多只了，就是一直在刷那个刷这种变身，然后现在把它改成50等才给你刷了齁，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也不能干了啦齁。然后就算你要干，你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真的很难抽红变身的几率，你自己去看一下那个，就是他网站上有那个抽变身的那个游戏，可以去玩玩看，真的非常的难抽，所以基本上可以不用试了。再来，这是天堂 M 玩家会做的第5件事情，这个事情是所有天堂玩家的一个梦想，要到很后期才能够达成的成就，所以目前也没有天堂 M 的画面给大家看，只能用这个画面来代替。玩到最后期的话，就是法师你的魔攻可以撑到非常的高，像现在这只法师他魔攻是700多，放一发救急光力术打死期就是破万，一发就秒，见人就是差。你玩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这个技能也不叫救光了，这根本就是国会无双啊。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国会无双，那你应该赶快去 Google 一下。国会无双，国会无双，其中一双黄秀双 double kill， 一个剑象，国会无双，其中一双，国会无双，其中一双啊！喂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、啊！哦喽，国会无双，其中一双，有一只。欸，麦哥来啊，干小恐怖啊！啊，你无看啦？哎，各位大哥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忘了一件事情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第6件事哈、哦，可能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做啦哈、哦，就是那个天堂 M 在昨天国庆日10月10号开放，可以预先登录哈、哦。在他的官网这边可以登录齁，那登录你就可以拿到5万的那个天币，然后10颗龙钻，还有1张五卷齁，所以现在可以预先登录，记得赶快来登录一下齁，这个非常重要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齁，拜托各位粉丝各位观众赶快来登录一下齁，救救橘子的股票，今天大盘涨了108点，结果橘子的股票竟然跌了 4%， 这能看吗？一个游戏要上市了，结果它股票跌了 4%， 能看吗？拜托赶快登录救救橘子吧。